现的场合，然后要实际的记录，这是最重要的。他常常告诉我导演说，我们真实的东西再呈现给大家，千万不要作假，我们要做一个非常完整记录杨丽花的纪录片。那什么时候开拍？应该会是在近期，也会透过就是我们的公关单位，然后来告知大家。那什么时候上映呢？我们绝对会把它做好、做完整的，做到他都满意了，然后就会宣布什么时候会上映。所以请。